过滤了吧，吸走过滤了，就是说熏，熏那个松香之后，还要用手挡住才能吸得到呢。那烟，嗯，烟雾一下子被吸走了，是吧？嗯。来，再看一下这个，刚刚吸一会这个烟呢，可到。 抽油烟机，哦，那个是过滤烟的。对。哇，你这么神奇。